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，庆祝活动不少啊。今年最夯的是蒙眼找妈妈的游戏，就是妈妈排排站，让小孩子蒙上眼睛，然后呢，只用手来摸摸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很精准的认出来，这就是我妈妈。彰化的这场活动上面，每个小孩都没认错哦。我们常说母子连心，母子连心，这不只是一个形容而已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哦。摸摸看，来摸脸脸。小朋友蒙着眼睛，从第一个开始找妈妈。摸摸脸，碰碰手，这个不是，而下一个呢，笃定的抱了上去，说这是我妈妈。这是我妈妈。五名小孩参加这个寻找妈妈的游戏，没有一个认错，让妈妈说真的没有白疼他们。小孩子辨认妈妈的方法倒是不一样，是妈妈的味道还是手手的感觉？你有偷看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们是摸到辫子啊？哎，有没有闻味道？有没有闻味道？有个研究数据也说了，母子连心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妈妈的大脑里面就藏有小孩子的细胞里面的歪染色体乱基因，而且这个基因是永永远远。